台南市112年市长杯马术锦标赛障碍超越30公分，请一号选手准备。直接加进来，一号选手王琴英，骑乘马匹人民币。一号选手黄琴英，请进场。骑乘马匹人民币，来自德光中学国中二年级。二号选手邱大为，请准备。我们下午是障碍的比赛哈，从前三十公分，等一下六十公分，再来八十公分。然后障碍就是你们全部都看得懂了哈，他们要跳过那个障碍，总共有八道。记得哈，跳障碍很刺激，那个马也很敏感。这个时候呢，呼吸就好，不要站起来，不要走路了，好吗？免得吓到我们的马匹。OK。举起起来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手举起来，弓足身，手举起来，准备，放下，屁股过去放下，通过，嗯，这样你知道吗？知道了吗？嗯，通过，三通过，四通过，啊54.31，时间零扣点，障碍零扣点，合计零扣点。一号选手，一号选手所用时间54.31，时间零扣点，障碍零扣点，合计零扣点。时间零扣点，障碍零扣点，合计零扣点。那叫二号选手，车牌号码 AVF8156。挡到车了，请移动一下，麻烦。二号选手。